桃园县龟山国小在7月8日世界少棒亚太区锦标赛以12-2在第四局提前击败香港队，夺下亚太区冠军，将在8月16日到26日进军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。由于少棒队的小球员超过半数都是原住民籍的球员，也因为看过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，教练团特别邀请林庆台牧师为小朋友加油打气，做祝福祷告。林庆台自报国小的时候也是一位优秀的投手，而且还可以连续6局3阵18个人，小朋友在台下都听得入迷。我在伊朗，我曾经有一次记录是6局3个人全部都给我上阵掉，18个人是这样。那看到你们我很高兴，也看到我童年的那个童年时期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喜欢玩棒球。那总而言之啊，我多么希望是说大家就是凭着信心去打哦，不要看那个美国人多高啊什么什么，就是凭着信心。多么希望是说这次去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回来。因为他们都有看过《赛德克巴莱》，那他们觉得林庆台牧师呢是他们的勇士，也是他们的偶像。下个礼拜11号要到美国威廉波特打世界杯，那希望透过牧师的加持跟祈福呢，希望这一次小孩子能够稳定他们的心情。小球员们都是第一次看到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，莫纳鲁道的本尊走出电影，都开心的拿着棒球球衣要跟偶像签名。这是我的情人带，原住民情人带，很高兴。所以跟他在那个电影上和本人有没有不一样啊？有。怎么样不一样？年纪很沙。龟山国小少棒队近几年来战绩辉煌，2009年就曾经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威廉波特参加世界少棒锦标赛，获得亚军。相隔3年，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再度取得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的参赛权。少棒队的小朋友与教练团都希望能够为我国夺回暌违16年未能拿到的冠军讲座。记者丹尼夫赛，桃园龟山采访报道。